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我们2024年 TF 家族夏日运动会的现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天天杨若天，欢迎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运动员就要登场喽。首先欢迎我们的红队成员，欢迎。哇哦，朝气蓬勃的红队，跟大家热情的打个招呼，然后来到我们的足球场。Hello, hello. 欢迎。好，那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绿队队。好，现在进场的是我们的绿队运动员。欢迎。好。那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的蓝队队员，欢迎蓝队。Let's go。好，再次欢迎我们场上的32位运动员。哦，好，那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啊昨天的这个比分情况，好不好？来，目前我们的小组积分，红队的得分11分，哦，这么高。绿队的得分11分，哇，这么高啊。蓝队得分14分，哇！啊，我们的红队、绿队要加油了，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些是那个混战啊、哦，你们可能可以商量一下战术。今天这个比赛更丰富，对，结个盟啥的啊。然后呢，我同时要宣布一下，目前个人排名的前5名，啊，可以竞猜一下，你们觉得是谁啊？你们觉得是谁？好，个人排名第2名有并列的5位，第二名也有5位啊，对，这5个名全占了，他们分别都积得了3分啊，他们是张泽宇、张吉、张振豪、于雨涵、穆芷成。因为第二名就并列5位了，然后就没有3、4、5、6名了，只有第一名。第一名目前排在第一的是谁？苏新浩，获得了5分啊，5分，所以其他的运动员们要加油了啊！好。啊，所以这个比分还是咬得很紧的，所以今天哇，我们还有好几轮的比赛，大家再接再厉啊！但是很重要的是，依然要赛出风格，赛出精彩，但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好，所以呢，那我们正式进入到比赛之前，还是来活动一下身体，热热身吧，好不好？好，我们拉开一下站位，拉开一下站位。好。
我们先活动一下肩颈，马哥带吧，马哥带领大家做个热身，你来，一起来。好，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腕、手腕，活动一下我们的腰。大家还想看他们做什么热身啊？来，我们一起做个五个俯卧撑，俯卧撑，又俯卧撑是吧？五个，很棒很棒。然后我们再来点不一样的啊，请我们的运动员，两两分组，然后我们锻炼一下大家的腹肌，啊。每人五个仰卧起坐，一开始你帮他压，然后做完五个之后你再帮他压，啊，大家分个组就可以了。嗯，对，对，哥哥们做示范，大家对 copy 一下，来吧，仰卧起坐，一起来。那我们叫叶组吧，叶组换下来我们。张哥，我帮你压。我跟他们换起来就这样了，这全漏了。没事，有打底裤。怎么样？来来来，大家一起来。是的，是的，是的。好的，还有张哥。我意思一下就行了。我们还有弟弟没做完。来，这个全身都活动开了啊，因为马上进入第一个游戏，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的，嗯。来吧，仰卧起坐。我来吧。差不多了，好的，多几个，五个，五个。好的，我们热身完毕。好，那今天我们的加油广播站也是持续开启的啊。那今天我们的广播站站长依然是我们的耀文，耀文，耀文也会持续帮我一起来解说一下这个激烈的赛事啊。足球，这我真不了解，真的可以的，确实不太了解。没关系，这个球进没进还是看得出来的，对吧？在我看来，我懂得可能唯一的规则。就彻底非常懂的就是越位，我可能就知道这一个规则吧，越位啊。但是我们今天啊，我马上介绍一下规则啊。没问题。我们马上进入到的今天的第一轮比赛就是五 v 五的足球赛。哦。好，那我们的规则呢会按照五 v 五的这样来进行啊。嗯。所以一会儿上场前呢，我们的专业的裁判员会跟大家进行一个赛前的训导，所以大家要认真听。但是在正式开场之前，我们同样的。先请我们的足球宝贝登场。哇，足球宝贝，他们是谁呢？丁哥，足球宝贝，马哥跟我一起来公布一下足球宝贝有哪几位啊。丁程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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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航，张吉，左奇涵、陈俊明、王鲁杰、黄硕、李嘉森、智恩涵、杨涵博，请我刚刚，还有我们的刘耀文，不是，哎呀，请我们的足球宝贝向前一步走，来到我们的场中央。
好，反正大家自觉领取啊。好，来，我们先把这个场中交给我们的足球宝贝儿。啊，两个哥哥，你们要积极一点啊，带领大家一起加油。OK， 来，三二一 ，Music。没有转身的理由，放空心情去追求，这一刻请拉住我的手。第一次告白。丁程鑫 solo 时间 ，solo solo， 那要玩走。那这样吧，我们也让丁哥代表我们的足球宝贝来说一说，给大家加加油，说两句。希望大家赛出风格，赛出色彩，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这个足球的项目，然后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加油，帅哥们。好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那我们同样的请三队分别派一位代表来我这边抽取你们的上场顺序，抽顺序，抽顺序。苗小翔，你的顺序是什么？哦 ，A。红队是哦 B。好，那我们首先请。红队和蓝队上场，然后也请我们专业的裁判员来到我这个地方，请上场的球员在这边集中，我们有一个赛前的训导。好，我们的赛前训导完毕，马上就要开战了。待会再换一个，你们先上，你们三要一起上吗？这没也没有那种专业守门的。那你张泽宇守门很好，站在那儿。你们三要一起上吗？守门员谁少？选个发球。好 ，OK。队长过来。我要数字面。你要这一面。对，我要数字面。你要这一面，你要这一面。中了哪一面谁先发球？你是这一面啊。这么随机的吗？好，我们的足球比赛啊，每一轮是16分钟啊，分上下半场，每半场是8分钟。所以你看中间吧。来喽！呜，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要到临了，准备好了吗？好，比赛开始，开始了，开始了！哇塞，哇塞，这过人，红队过去了，哇哇哇，好防守，好，哎，哇，好想一脚突破进。真会啊！传给三少，马佳琪传给三少。哎，好传，好传，赫尔好抢断，不用，好踢球，好踢球。我说守门员，守门员，守门员拿到球，但是这波可嘉欣好，我有技巧吗？上了何翔吗？有彩虹吗？
Oh my god， 场地比较小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三包一没有办法突出重围，马哥一脚解开了这个危险球。马嘉祺非常灵活啊。哎，安哥科尔说，好，上演了队友之争。哎，这球传得好。哇，可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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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小心出了界。哇，好近的拦截了，这波有机会射门。哇，马哥好抢断，好可惜。这个假动作，穿裆了，他穿裆了。哇，这球很帅啊，真的很帅。这个拦截，浩翔真会啊。哇，好轻松，倍儿好轻。二，但是被围剿了。来了，哎，拦截。哇！哎，可惜。这场太小了，跑都跑不开。哎，这波有机会。拿住，稳一下不行。稳一下不行。旁边的粉丝要注意安全啊！大家小心啊！小心啊！提醒我们这个看台的粉丝朋友们注意安全，小心点，注意安全。喂，好抢断，好机会，压到了。哎，这是什么球啊？角球吗？哎，角翻。不急，不要急，稳住节奏，不要被他们带偏了。哎呦，这不一脚中传来了，哎呦，被拦截了。我说啊，中场休息啊？不是，应该是他们这边发。没有，再有点力吧，马哥想直接射门，但很准，准心是有的，再来点力度就好了。陈天瑞进攻，蓝队1-0领先。哇，这个太把握的很好。小心啊，注意安全，兄弟们。上半场刚过半，蓝队领先一球。哎，我们，哎呦，好断！哎，拦截。有操作机会吗？有吗？这个张哥，这个过人要强，好，配合的很好啊，蓝队。好，穿裆，张学员。张哥单刀，投球进去啊！投球啊，准备好，张哥一脚角球传给了马哥，马哥停住了，没停，马哥太界外了，可是有点可惜。这一脚朱志鑫 OK， 朱志鑫传给了自己开了，好解球雨涵，这是用脑子在踢球啊。很好的机会，但是射偏了，偏了大概5度。哎，漏人了！射门啊！
红队的持控球率有点低啊。哎，高翔，高翔，高翔，哦，好棒！现在看下来，红队的控球率非常低。红队这个防守还是看能不能抓住机会一波反打。两个一脚传给了20号，能不能把握机会？来脚远的。张哥，张哥，张哥啊！太用力了，这不是台球，没有大力出奇迹。哦哦哦哦哦！来了，哇，有几来了，好灵活呀、啊！哦，哇，防得好，防得好，刺激，刺激，刺激。边线，边线，边线哥，边线球。犯规啦！要一波吗？小心啊！要直接射门，要直接射门吗？啊！这。歪了0.1度，可惜，只能说可惜。好，我们的脚，好紧。小心啊，小心啊！哎哎、哦，来了，射破2-1，哎，太用力了。上半场还有30秒，把握好时间。吓得我。哎，防得好，防得好。哎呦呦呦，小心！马哥一脚，好样的。没出还有机会，没出还有机会，会啊！好，上半场时间到，大家休息调整2分钟。哎，丁哥，足球宝贝上去舞2段。你也是足球宝贝，你上去舞2段。太难听了，足球。好，等一下，再跳高。哼。我守粉门，好，我守粉门，我是守粉门。你要什么？我不守，我守。刚主要是小猪漏了，对，好，不要。刚才主要是没人看猪的心，小猪漏了，对，没人看到他，然后就直接打了。You are the light。后面得一直有个人，你不能说他喜欢带球往前走，往前走后面好，我们两队现在在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商量一下战术啊。你要去守一守是吧？那你去守一会儿。你守门。他们实在后面会接到我吗？你们贴我跟他换。我和他，我们应该能把球挡出来。你们俩。你会吗？我可以挡一挡，反正你问他们俩，我直接跟他们说。还 OK 吗？你们要不然你们俩就往前，我跟他在后面。可以，你守得住吗？但是一定记住，你要往前插，你得喊人去帮你防。哦，我到时候喊。对，但我基本上都垫，我压后我。好，请我们的红队蓝队重新登场。黄硕最帅，去当守门员啊！守门员好守。好，大半场的哨声吹起了。
好听好听，哇，这个过人，马哥抢断，哇，好，哇，来来来，哇，好，李鑫，好抢断，哎，边，哎呀，怎么说，上去抢一手，哇哇，好危险，喂，可惜，喂。他也会啊，他会，他会，他也会。你看这几个都会，跟你说。为什么这么啥都会啊？这样，你上去别搞，别当小丑呗。漏房了，漏房了。好帅啊！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哎，抓到马哥，马嘉祺，马哥，马哥，有，哦哦哦，哎，还有，还有机会。哇，这波没有接应呢。哇，非常好的一次，非常好。哎，红红队，红队，红队发球。角球，时间啊，时间啊，宝贵。角球进去，角球，没事没事，后面站一个，后面。哦吼！红队继续角球，好帅呀、啊！哎呀，看得我都想练足球了、啊哎，老师。哎哎，翔哥，翔哥。冷静，翔哥一脚在秀腿法，哎哎哎哎，这个，哇，翔哥继续控球，继续控，好机灵，哇，哎，好守门，守门员守得很不错啊，身价翻倍，注意注意注意，别漏位置。嗨、啊，可惜想传中给朱子鑫，可惜没接住。可惜。哎呀，这小子砸到机器了，慢点慢点。场上多备两颗足球。两边的注意安全啊，各位。这场是用来给大家练铁头功的。好吓人啊！他们还好不是那种世界级的球员，哇，一脚踢过去，哇，好大哦，守得好，守得好，翻倍了这身价。马哥，小心后面，小心，马哥。好，我们下半场的时间也过半了，要寻找突破的机会啊！现在的红队，哎，哦，机会，好，机会，说是传传就来了，哎，还有还有机会，还有，七，哎呀，回防回防，哇，哎，球门员真的不错，哇，马哥，哎哎哎哎，当然当然。
吧，守门员可以。哎，哦，马哥这个回首摆尾，这是站的腿法，回马。哦，好球！哎，这个着实让人有点意想不到了，漏进去了。我们这个场地的难度还是很大的。这怎么蓝队这么多强者啊？全会啊！蓝队再进一球，3-0了！哇塞！哇塞！太帅了！应该说已经是相当吹了。下半场时间不多了，你们待会儿也是红队，加油加油，红队加油！直接好，我们下半场补时1分钟。比拼，蓝队获胜，表现得很棒。好，我们稍作休息。中场时间，大家还想看足球宝贝吗？我们这样吧，每组派出两位，好不好？我们来中间。那个张杰，足球宝贝，什么？你干嘛？足球宝贝，啥？足球宝贝是吧？来，足球宝贝，每组两位。还有谁？绿宝。还有谁啊？每组两位。你们队有谁？绿队也要派两位。韩瑞不上场的，你是不是不上？去吧，你去吧，弟弟。还是这套动作吗？没有。都烂了这个。还差3个人，来，小丑，
两个姓左的看到没有？标准。两个姓左的。标准。Double left。标准。请我们的六位宝贝来到我们的场中央。来了。Double left， 看好了。来。Double left。来，这一条是中线啊，来。干什么？跳哪个？随便 freestyle。欢呼声。freestyle。来 ，music。跳哪个？谢谢我们六位宝贝。好，下一轮的足球比赛要上场的是我们的绿队和红队，有请。好，来，同样来到我们的这个场中央集中。好，绿队首发在我的左侧，红队在右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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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守门呢。办了一下，亚轩，亚轩，哇，好挡！好，这一次红队好像换了一个策略、啊，就是这样，进攻更加激进了。少爷，哦，出将了，小球脚，张哥直进，哇、哦，再来个小球，你也会啊，原来。我们的红队的，红队的，注意防守，退退退，来来来。来斯，好挡，继续，哇，哦，可以啊，哎，小苏进攻了，好挡。哎，发给了红队，鱼盘单刀直入，他来了，垫脚，哎呀，哎呀，可惜了，就需要这个气势啊！小伙子气势很足，哎，张哥，多帅，张，垫脚，机会，来，哎，好爆，小童手的回，哇，小伙子你腹肌露出来了。机会进了，陈天润，就是这样，陈天润，很好的单打直入啊，红队一比零。等一下，中线发球，中继球。红队奋起直追啊。亚轩持球，亚轩突破十二号，红队抢回球。好，
对，大家检查一下鞋带啊，注意安全。雨涵，雨涵，来喽！小苏，小苏，小苏，有没有机会？好玩，好玩。哇！太抽象了我。传给了亚轩，亚轩一个，哦，好，好，机会，偏了一点，很遗憾。没事，没事。鞋带哥，鞋带，鞋带，鞋带，亚轩。没事。加油！MVP 进了的，真的是进了的。要我们发，我们角球，角球。哇，张哥好速度！哎，哎哎，兄弟没过白线呢，别着急啊。踢的！你们回防，回防，你们打。张哥，你来，我来。加油，秀，加油！啊，你们三个罚站了吗？这么近啊！这么近啊！哇！哇！哎呦！防守，什么？我说肯定打平的啊！他们怎么站这么近啊？可以站这么近的，三米，离球三米。这个门这么小，跟门没关系，离球三米。必须离球三米。对。哦，张哥，哇，差一点点，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小苏，好的，好样的，张哥，来三，子晨系一下鞋带啊，注意安全。雨涵，没事，加油！红队，红队。
会唱歌。不是，我是怕你摔了，我怕你摔了，我怕他摔了。没事没事兄弟，没事没事，年轻气盛，慢慢来，不着急。好，最后三十秒，最后三十秒了，一个大脚。哎，要碰一下球，这球吗？啊？好，看看补时阶段的这个机会，绿队能不能把握住？这个啊，继续啊，继续啊！好，上半场结束，再来休息调整两分钟。厉害厉害！你给低频的，你不要打高了，打高了会出去，而且这个门它不高，你到后面它高的特别好打，你就往底下传，打角度，不要打力量，打力量会飞。确实。因为场子太小了，看不出来。而且你发现了吗？你们都是挤成一坨一坨的。对。这时候你要稳住，往后给拉开，找空档去传。你不要每次打成一坨之后一坨太乱了，太乱了，乱了打不了的。好，请双方队员交换场地，我们再次上场。加油加油。你要休息一下吗？我不会，我去休息。好，那好，踢那就踢。好，下半场比赛开始。好飞，那角度太难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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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长传，哇！好一个长传，哇 ！C 罗附体吗？亚轩，哎呀，真可惜啊！还给张哥，喂，哦，两边大奖。对对对，就是这样。可以扔吗？啊！哇，小智小智，哇，小智可以啊！哎呀呀！小苏，一起，小苏进，没，好传好传，好不对，好射，角球角球，看能不能开个高球，弧线弧线，哎，可惜了，这球开得好，但是这弧线非常完美。但是绿队队员没有抓住机会，哎呀，太近了，慢慢来慢慢来，时间还有很久，张哥一脚，哇，红队再进球，红队张哥，2-0，张哥没 K， 二度，短短的一分钟之内啊，张哥镜头在那儿，镜头在那儿，快过去，快过去，啊，算了算了算了。好，绿队要抓紧了。好一个停球！好抢断，小苏，真的踢得好，踢得好，踢得好。李耀文多说说话，给你们不太了解，加加油。张根，张根。站人的，绿的后面都不站人的，不会不会，理解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我来一个，好抢好抢，给他压力给他压力。哇哇，压下去。好球好球，对的，没事，亚轩好停球，世界级的停球就在亚轩的脚下，哎，可惜了，真的停得好，刚刚那球。打篮球，
好，张张哥，张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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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小智发球。下半场时间也不多了，小小智加油啊！小小智，小小智，哦，小心小心。整个气嗨了，整个气嗨。小苏进攻有机会，还有机会。哦，张哥练就了铁头功，小苏小苏小苏，哇哇哇，小苏。小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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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拦断。哇，张哥，哇，好，补时一分钟，抓紧机会。小苏大脚，哎哎呀，差一点，小心身体啊，小心啊，小心啊。没有没有，我赢了啊，我不知道啊。直接一个大脚射门，机会，哇！我的，哎呦！爆杆了 ，nice，OK，、okay、还有五秒钟，我们还要再踢了，没有。I feel by the wayside, like everyone else. I hate you, I hate you, I hate you. 亚轩，亚轩，起！亚轩，亚轩，起！张亚轩，再倒一个，太帅了！阿兰得意了，可以。张哥，就是压力。不是，今天怎么进去的呀？好的，乌龙进去了，就是压力。第二盘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啊，最终的比分是红队3-1获胜，恭喜。好累啊，这篮球累。然后我们稍作休息，就是我们第三轮比赛了。好，那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足球宝贝又要登场了。我们再换六位吧，好不好？换不一样的六位给大家看一下。陈俊明，刚刚没有上的现在要上了哦。那个去上场的球员，如果说想给自己加油的话也可以上啊，你们自己商量。啊，耳机里面说就是可以跳跳女团舞。哇，来，可以，你来吧。啊，来。耳机里面说可以跳一些女团舞。不会啊。那随便吧，会下就可以了。好，请我们六位宝贝去领取我们的花球。来，请弟弟们来到我们的场中间。来 ，music， 舞台交给六位宝贝。来吧。Freestyle， 我们可以分队 freestyle 一下。
Supernova 사건은 다가와 아오에이 그 세계 커져가 아오에이 질문은 계속돼 아오에이 우린 어디서 왔나 오에이 사건은 다가와 아오에이 그 세계 커져가 아오에이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오에이 우린 어디서 왔나 오에이 우린 어디서 왔나 오에이 有那个 left right 吗 left right 准备一下，还有姿，还有队形吗？还有形式啊，哥们儿。还有队形都来了，还有队形，舞蹈学过。hip 吗？他们之前学过这个舞 ，hip。来，准备好了吗 ？Left right， 是不是 left right？ Action。好，我们给弟弟们一点点时间啊，很快。OK。You want, I got what you need. Mobbing like we don't follow anything. Left, right, get it on the floor. I wanna see you left, right, get in my zone. Then we hit the spot, ready for the move. We don't want no ops, want no drama queen. Left, right, everywhere we go. We pull up on the left, right, busting the floor. I'm one, got you. With the right, I'm switch lanes like this. Spinning out and flip, cruising down like we be on a trip.副歌副歌副歌去副歌副歌副歌好，掌声送给我们的宝贝们。可以的，兄弟，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好，我们的休息时间也差不多了，下一轮是我们的蓝队和绿队，请双方球员上场。Again, like Wimbledon, I serve. Yeah, that's him again. The sound, the engine in is like a bird. You see fireworks and cars. 还进了一球，就赢了，就刚刚收一颗。美女怎么赢啊？加油加油加油！但是陈一恒放开街 Was there something I could have said to make your heart beat better If only I'd have known you were the storm to weather So 哇哇哇走了牛啊陈一恒小朋友哇牛啊才三十秒蓝队一比一一比零不好意思不是啊真会啊陈一恒好牛陈一恒很热闹太猛了射箭也是刚才你没看懂啊就是了哇、okay, okay. oh, be the last ones dancing when the lights go out when there's no one hold you I will still hold you down We'll be the last ones dancing 吴志昕好一个机会二比零 Hold you I will still hold you down I will still hold you down Don't touch
would you speak so loudly? You smile, but your eyes look cloudy. You say someone left you broken. I'm here with the door wide open.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I'm yours. Lows and the heights, highs and the lows for sure. You go to war, I go to war. Be yours, be yours. We'll be the last ones dancing when the lights go out. When there's no one holds you, I will still hold you down. We'll be the last ones dancing in the faceless crowd. When there's no one to hold you, I will still hold you down. I will still hold you down. I'll hold you down.3:00，有点快哈，太有实力了。举起你的麦克风，不是，我在欣赏，我在欣赏。太帅了，哥几个，跟我来，机会。哦哇、wow. 啊可惜好了哎4-0了4-0多么寂寞无敌是多么多么才过了3:30刚3:30Immaculate conception, I transform like this, perform like this, will show you a new weapon. I don't contemplate, I meditate, then off your head. This that put the kids to bed, this that I got realness. I just kill shit cause it's in my DNA. I got millions, I got riches building in my DNA. I got dark, I got evil that rot inside my DNA. I got off, I got trouble, some heart inside my DNA. I just win again, like Wimbledon I serve. Yeah, that's him again, the sound, the engine in is like a bird. You see fireworks and Corvette tire skirt, the boulevard. I know how you work, I know just who you are. See, use a bitch, your hormones probably switch inside your DNA. Problem is, all that sucker shit inside your DNA. Daddy probably snitch, heritage inside your DNA. Backbone don't exist, burn on side a jellyfish. 小熊去找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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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lor's oldest son. I know murder, conviction, burners, boosters, burglars, ballers, dead, redemption, scholars, fathers, dead, with kids, and I wish I was fed. Forgiveness, yeah. Soldier's DNA, born inside the beast. My expertise checked out in second grade. When I was 9, on sale motel, we didn't have nowhere to stay. At 29, I've been cartwheeling in my estate. And I'm gonna shine like I'm supposed to. Antisocial extra. 加油加油注意安全啊可以呀、啊、好那这样这样出其不意、哦好反应哎，反应很快。Dead Nigger Association. Flow inside my DNA、啊、I was born like this and sworn like this immaculate conception I transform like this perform like this which shows you a new weapon I don't contemplate I meditate then off your fucking head this that put the kids to bed this that I got realness I just kill shit cause it's in my DNA I got millions I got riches built
DNA. I got dark, I got evil that rot inside my DNA. I got life, I got troublesome heart inside my DNA. I just win again like Wimbledon I serve. Yeah, that's him again, the sound, the engine in is like a bird. You see fireworks, a Corvette tire skirt, the boulevard. I know how you do it.可惜，哎呀，像是马，那这叫啥？回首掏，又来了吗？翔哥，翔哥，好，上半场时间不多了，上半场没有补时啊，最后二十秒。机会，好强好强，单刀，哦，守得好守得好，啊，溜，太溜了。好，上半场结束，哦，前两队场上休息两分钟。你可以的，好厉害啊！好牛啊，牛啊，跑得挺快啊，我膝盖前面被撞了，我都太痛了。可以的，停球不错，速度跑好快，喝点水喝点水，前面咱们的精彩回放啊！我们这次的导射团队非常的专业，转播过奥运会，我们的导射团队。浩翔，你这颗进了就帅了。啊，我说浩翔那颗进了就帅，这一身。喝点水休息一下吧。斌哥被玩坏了。好，我们稍作休息啊，喝喝水，两队，我们马上下半场要开始了。可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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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我们的双方球员回到我们的球场。
我们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亚轩，再来一个，亚轩再来一个。亚轩。可惜，加油加油！好，杨翔，这是5-1，好激烈！杨翔，哇，好助攻！小智。你们亚轩师哥在这边啊，给他。翔哥指挥绿队球员，加油！小智，这不我。亚轩积极的回防，哇！他没有。不能用手机，哥。江哥，哦哦，小智，等一下，呜，何俊霖，这个速度啊，利用灵活的脚步，翔哥给了杨晓翔，被小智是解围了，翔哥又控球，一个漂亮的，好，小赫儿又拦住了，欢迎莫志成，好，一点，打住上了，可惜。亚轩，哎，小智，子欣，7-1。
上半场时间即可换，郝翔坐实一脚完美的进攻。好，上半场过半了，下半场过半。小智智秀。好配合，真的好配合。临门一脚，亚轩单刀，亚轩，亚轩激起了剑。加油，雷姐，把我的压了。好，换手一横。绿队换个人吗？陈俊明，加油。陈俊明，你的鞋带。门将直接出去打呀。太强了，太强了。哦，结束了，太精彩了。我不知道咋咋。谢谢谢谢两队。好，我们足球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那比分呢我们稍后公布。同样的，跟我们的篮球比赛一样啊，忘记跟你们说了，咱们也是有惩罚的。没想到吧，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们猜猜惩罚次数最多的队伍是哪一队啊？犯规次数最多的是三次的红队。错，乐肌肉吗？请红队的成员先来到我们旁边。没想到，为啥呀？为啥？那你犯规最多啊？你们这队具体惩罚是什么？我还没有说。
要拿一下麦克风的。为啥呀？我们犯规了。好，我们面朝前方列队站好。我场子没上，关我什么事儿？这样吧，我们面朝前方列队站好，这个站位你们自己安排啊，我先不说惩罚是什么。啥意思啊？露肌肉啊？还好。不改了是吧？这个站位。啊、哦，那我们同样的先从弟弟们开始吧。哎，不行，干啥呀？好，这次呢，我们用不同的，听好了，是不同的称谓，去呼唤你们的粉丝。用不同的称谓去跟粉丝朋友们打招呼，啊！你们要想一想啊！不要，我们先开始。哎，快！站回去！不行，站回去！我们什么？哇！尊重裁判，尊重主持人呢？老师，我还是得走回去。你要说啥？你们想一想吧，可爱天哥，可爱天哥。对，我们先对，还是先让弟弟们开始嘛。来，老先来。对。在场的小可爱们，大家下午好。好的，小可爱第一个算过关了，往前一步。各位漂亮的姐姐们，你们好。小可爱、漂亮姐姐都有了，好。啊，他把我都给占了。十一个过来，我跟你说，七大姑八大姨都撑完了，还有轮到我们啥份？各位姑奶奶们，下午好。各位老板们，你们好。我们仨商量一下呗。姑奶奶啊，各位美丽心善的宝宝们，大家好。好，谢谢我们四代的弟弟，干得真好。往前一步，我先想想。到你了，给我想一个。要不还是让我露肌肉吧？我露肌肉吧，我。你可以选择。我们仨可以露肌肉吗？啊！各位美丽大方的仙女们，小可爱有了是吧？漂亮姐姐有了，宝宝有了，仙女有了，该你了。谁帮我支个招啊？玉涵，来个炸裂点的。五、四、三，这样啊，我说一下规则啊，来，后面的听好了，我会给你们每个人十秒钟的时间，如果十秒钟都没有叫出来这个不一样的称谓，可能又要开始。露哪儿了啊？是男人，就等十秒。十，我们就直接露吧，三个。八，我们三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于雨涵要接受惩罚中的惩罚，露出一块身上最满意的肌肉来。我还没十八岁，先把麦克风给我。对，来嘛，哎，你这个算好的，你第一个你可以露，对。那我就来，我还没有满十八岁，不好意思啊。哦，那我就只能露手了。哇！可以，有回放没有？因为是公平的，你们前面思考的时间很多呀，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倒计时来。你不用说了，好，张泽宇，在场所有的女神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女神算过关，可以的。我来。杭硕，还可以这样。好，张杰向前一步走。说的是下午好，哎，你后面可以 freestyle， 多说几句就可以了。来，三二一，开始。等一下，我有点紧张。我想一下，马上。10、9、8、7、6、5、4、3。各位可爱的妹妹们，下午好。开不开心？
开心，他们很开心。好，硕哥，不，你先来，你先来。是，现场的家人们，你们好。你们满意吗？不满意。这个好像有一点点。59分，露肌肉。再给你5秒钟，5、4、3、2、1，来。没了。想不到啊，露肌肉，我这可以啊。肌肉。我不能露肌肉啊，老哥。我还没满16岁。那就三个一起露腹肌，那不行，那就咋了？你不想，你又要长了？那就胳膊行不行？露屁股蛋儿。好，来，你说一说，你要展示的是动耳朵，行不？行，耳部肌肉，来展示一下。可以，算你机智过关。好，那你们三个可能得严格一点了。哎，想看张哥露肌肉还是说话？我觉得说话吧，说话吧。潘真源，没有，你的要求比较严格，让大家认账才可以啊。嗯，你先来一个吧，看看你的脑洞怎么样。来，张真源，请开始。各位可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开心吗？你们满意吗，小朋友们？你在说什么呀？你说些什么？不满意。小朋友，你以为他们没满18岁吗？啊？张真源，我都不满意。那我再来一个。My baby girls， 你们满意吗？够满意了吧？我觉得这个算张哥过关吧。哇哦！接下来压力给他哦。马哥说他要露肌肉，好，马哥，干嘛？马哥要露，只能露腹肌或者胸肌。马哥先来吧。先让你说吧，哎。播不了，再给他一个机会啊。播不了，来，我们认这个，对，给马哥一个机会。你先说。各位久违不见的朋友们，大家好。不满意。马哥，我帮不了你啊。胳膊露过了，背肌。胳膊用过了，背。胳膊吧。两边一起露吧。没意思，两边一起露胳膊可以吧？丁哥这样吧，丁哥，除了我，你这里是最大的，你觉得马哥刚才满意吗？你要是现在给我简单一点，一会儿我也不会为难你的。啊，那我觉得还行。好的，丁哥说可以，那就到丁哥了。先说嘛。各位小甜心们，下午好。说什么？这个可能弟弟们说就过了，但你说可能要求得高一点。再来一个，丁哥，再来一个。我没想到其他人。那你露个肌肉。露肌肉吗？张哥他在这儿，张哥特别想露肌肉，他真的，他非要我们。张哥你想露就露吧，好不好？啊，那都不露了。你看他不露了。我觉得这盘可以过了。 OK， 我还没有 OK 呢，张哥。我都过了，你又 Q 我干啥？你挑的事儿。没有，丁哥很棒了已经。露一个吧，浅的露一个。露呀，那可以露胳膊吗？肩膀。肩膀吧，露肩是吧？怎么露到肩？
这跟露手臂有什么区别？好，好，好，好的，我们惩罚完毕，谢谢我们的红队。为什么要？不是，为什么要互相折磨啊？好，接下来请我们的运动员互相折磨，来到我们的那边的休息区，刘耀文，你要作为广播站长留在这边。这一轮要上场的广播员是刘耀文、林浩翔、贺俊霖。上班了，上班了。踢球给我踢困了。上班了。下面是时代广播台为您播音。有专业的，你先抽呗，你先抽一个。来吧，等一下，大家先不是，大家先听一下，大家先听一下，不然的话听不到。来来来，赫尔来说一下你抽的是什么。我抽到的是马嘉祺、郭福、赵云、郭福、赵云、5Q 马嘉祺是郭福、赵云。什么东西啊，这是他自己写的吗？马嘉祺别装了，就是你写的是吧？我换过了，就这个。下面是来自陈俊明同学的，希望张桂元同学好好打球，戴飞。谁写的呀？我拿的这个是来自左航的，哥用左手就能打败你。啥？我用左手就能打败你。张泽宇写的，张泽宇写的，绝对是张泽宇。我没写这个呀。这个真的没营养。小小智，哥哥给你加油。但是没有署名，不知道是谁写的。哦，这个有意思。这个是耀文，耀文，不是，这不是耀文，这是博文。哥，不是，我俩没有看清楚，我俩好像不太熟是吧？太想你了。然后博文写的是多来重庆想你。又是谁给写的？你帮博来。你给写的？耀文多来重庆想你。耀文多来重庆想你。我手上这个是喊话节目组的，尊敬的老师，下次可以打乒乓球吗？来，再抽一个。这是谁呀？能力越小，责任越小，什么呀？再来一个。谁写的？张哥，张哥，让我一分呗，张哥。你知道谁写的吗？耀文写的。不是，耀文念出来。我看到谁是谁的。好的，广播站的雅轩写的。差不多下班了啊。广播站呢可以下班了是吗？我们的比赛马上要继续了。舍不得大家。谁写的呀？都没说。一会儿见。
哦，什么一会儿见？别给我，别老给我镜头啊！我也没注意到。这个是刘耀文的铁饭碗，什么？你的铁饭碗？这是我吃饭的东西啊。下一组就是精彩的环节了。是的，请我们接下来要参赛的选手赶紧去换好你们的鞋啊！加油！来，刘耀文、刘布，咱们两个来公布一下上一轮的分数吧。OK OK， 来看一下呗，我看一下呗。第一名的队伍是绿队，开玩笑了。第一名的队伍是蓝队。是的。太厉害了！第二名的队伍是红队，哦，绿队第三名，然后进球个数最多的，猜一下是谁？小猪，是谁？有六球啊！六个球，真的夸张，夸张！朱志鑫，